我在学佛早年，那个时候已经出来讲经了。讲楞严经，那也是一部大经。啊，当时一个吴余庆老居士，浙江温州人。啊，在台湾也是个小企业，他是制造脚踏车，啊，有一个这样的工厂，生产脚踏车。啊，老居士每一次听经，他都来。最早录音是他做的，他每一次来都带个录音机，录音不是录音。啊，那个录从前最老的箱子好大好笨重，用了盘带叫人转这个那种袋子啊，最早的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设备啊。他告诉我一个真正的故事，云面相报啊，他有个朋友在上海，他们都做生意啊，抗战期间，这个朋友啊，是在一个轮船公司。其实轮船只有一条，只有一条船。啊，老板是德国人。啊，因为他做事情很负责，也很认真，老板很信任他。把这个公司交给他代管，他回国，回国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，所以这个产业就变成他的了。啊，他很会经营，以后又买了几艘船，这公司就越来越大。啊，以后结婚也生了个儿子，啊，儿子也很可爱。啊，可是儿子不孝顺父母，啊，很浪费，不知道爱惜物品，啊，用钱更是浪费。啊，有一天。好像是他过生日，请客大家吃饭的时候，来贺喜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他的儿子的面孔啊，是他前头老板的面孔，他马上就想起来了，是老板的头胎啊，所以他也很聪明，当众啊就宣布这个所有产业是他儿子的。就转到他儿子名下，这念头转得快呀！啊，知道这是他的产业，就全部还给他。啊，晓得什么？他是来讨债的。啊，所以他的态度不孝顺，不孝顺父母。对于这用钱方面的时候很大方，他不吝惜啊，很浪费就是了啊，这一下就觉悟了，这真的事情，他亲自，这是他的好朋友啊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这真如讨债来的啊，那你就晓得你要杀人，杀人要偿命啊，他来索命啊，要来报仇啊，欠债他要来讨债，你都要还钱。这个事情决定不是假的，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这个事情
决定不能杀生，不但不能杀人，连动物都不能杀。啊，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。有占便宜的念头，都是盗心，都不可以。啊，我们能忍一时，后福无穷啊！啊，我在前面跟大家报告，我以前老校长周邦道，啊，晚年的时候做官。啊，考选部的常务次长，公家给他们家里装电话，啊，他的儿子跟我们同学，告诉我们，啊，老先生。除非是公事才用这个电话，私事不用公家的电话。他们巷口有公用电话，啊，告诉他儿子，你们朋友打电话家里来可以，你们不可以打出去。你们要打出去的话，这是我公家付钱，这个电话费是国家付的。啊，不许过。公家配的有汽车，轿车给他，他上班公司用这个车。四岁的时候他坐巴士。他儿子给我说，他爸爸老万顾，就万顾到这个样子。就是国家给你，你当然可以用啊。哪个人不用啊？啊，不用白不用，可是老先生就是这么固执，啊，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国家一滴汽油都不可以浪费，啊，电话费，私人决定不能用公家的，大概到全世界找公务员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。啊，他儿女给我们说，我就告诉他了，爸爸是学佛的，懂得因果报应，他这样做后福无穷啊，来生的果报殊胜啊。啊，这是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只看到眼前，你没看到后来。啊，老先生死了之后，如果不是念佛往生，决定升天道啊！啊，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违背伦理道德，值得赞叹，值得欢喜。啊，你们做儿女的时候也都沾光。这祖宗有德啊，他做的没错啊，所以像这些事情，佛在此地提醒我们，虽不临时啊，因果不虚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啊！所以佛提醒我们，应机相补啊！众生为果，
菩萨为因，菩萨警觉性高，绝不造恶因，绝对不有恶念，别人回报我、侮辱我、欺负我、陷害我，都不能用恶意对他。总要想着这些全是误会，他对我们不了解，那是误会。绝对不可以有怨恨心。那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了。到他哪一天明白了，真正认识我们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常常反省自己，决定有因有缘，绝对没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，没有因缘突发的，没有。我们自己不懂事的时候，过去或者是今生，有意无意有得罪他的时候，有说错话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种下的因。今天别人这样对待我的，这是报啊。因是自己种的，报应该自己承受。不怨天，不由人。这才是真正种大福报。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佛在经上教给我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做什么样的错事，都要想到这句经文，不要去责怪他，他没有受过伦理道德教育，没有受过佛法的教育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做错事情是可以原谅的。他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今天认为报复是正常的，我们要理解，就不会责怪他了，也不会怨恨他了，自己要做得更好，避免一切过失，这对了。